我愿化作望断天涯，来访心事。传说中的女皇也不知道漂不漂亮。觉得奇怪吗？不过也是，都说侄女像姑姑嘛。糟糕，看到程程你高兴什么？回皇上，墨家八公子才艺出众，最为出挑。启禀圣上，堂儿见墨公子少言寡语，甚是无趣，那不如让墨公子当场舞剑，也让其他的秀子心服口服啊。这不是我的香囊吗？怎么在你身上？